Everybody's free. DJ Nando.从中学吧，然后现在是三六零。啊，你们不要走啊！孩子们，你有车吗？你们大家有车吗？有车了没有吗？觉得好车吗？他害羞了，孩子们。早先，早师傅。哎，杰森。Yes。怎么样？你今天工作怎样？生意如何？很忙啊，很忙，很忙。开心吗？开心哦，看我的靓妹哦。开始了吗？ 你相不相信，我们一走过去是那些女孩子们，就全部走完。来，我们去一下。你看到我会走先？哎，你们要接受访问吗？哎，失败了，他们没有跑掉啊，竟然 ！Oh my gosh， 竟然没有跑掉啊！因为我抓这个机，全部会跑掉啊！天，怎么样？你们今天？ 讲两句，感觉她害羞了，又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姐，可是她笑做得非常好。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啊？感觉如何啊？感觉很做工做到很尽兴。<笑> OK，生意做得怎么样啊？今天生意做到非常好，<笑>大家都很喜欢吃阿里山香鸡排。 耶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其实今天还没有开档之前，就已经很多人在那边排队了，然后基本上断货又断货又这样子啊，非常。原来 KL 机票来回真的是很吸引人的。 孩子，你可以跟姐姐接吻的。记得上去我们的 Facebook ShootUP TV， 就是 www.facebook.com/ShootUP TV。 然后你看到你自己的照片在我们的这个自拍的比赛，那你自己 tag 你的名字上去，然后你叫你的朋友们一起上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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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然后越多 like 呢，你就有越高的机会去赢取KL来回机票免费哦。